给贺，大家好，我是许富凯，我是曹文，大家好。在差不多六年前跟哲一老师有合作过，然后那时候也是唱一些流行的歌曲这样子，而这一次呢，音乐剧，全部都没有唱过，全新的哦。老师的跟因为是交响乐，然后跨界这个歌仔戏的戏剧歌曲方面，就是以声乐的模式。那我们两个是唱流行乐的方式，其实跟声乐唱歌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就特地去上声乐课。第一堂的声乐课就已经不得了了，就是速度要崩溃这样，然后老师也要崩溃，因为其实流行乐都会有一点古典嘛，就是懂大师怎么之类，可是交响乐完全没有鼓，所以我们就是必须要融入在那个行云流水的交响弦乐当中这样。我们有看那个剧本。有，其实是非常感动的。对，因为其实我之前有看过《川儿》这个剧，然后真的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去看的时候我没有带面子，我真的是很丢脸，因为我整个全部都撕掉，然后领子全都撕掉，我没有面子可以唱。你会不会当天唱着唱着自己也哭啊？拿出我的专业。对，一直啊，就在家也是啊。然后我昨天才在自己在家里，然后一直练《川儿》，我一直很怕，就是隔壁邻居会投诉我。就是一直在那边错了的。好的，谢谢。不仅仅是川儿的歌非常好听，半人跟白香兰有几首歌，我觉得我都很想要跟，听起来很感人，很想跟老师说可不可以也收录在我新专辑里面，因为真的很好听。希望大家拜托姐28、29、30来看一下我们努力的成果。不等风来花之落是歌仔戏乘以交响乐的一个跨界音乐剧。如果你想要看看全新的不一样的曹雅文跟许富凯怎么样去诠释这些精彩的歌曲，一定要来看12月28、29、30城市舞台见。